吃暗饭。你看，我给你准备哦，五种水果哦，啊，搁一挂青菜，啊，搁 O P C 乳酸菌哦，啊，搁这金米汤。明宗对母亲身体的守护就像科学家一样一丝不苟，母亲的身体十分的硬朗，86岁的高龄每天仍有体力走路5个半小时，这都是明宗率领弟弟们坚持的结果。真好天哦，三兄伊甲朱姐去大陆进斋去，我是明智啦。三兄上下讲话，伊若是 D A 哦，阿母就无共款啦，吼。两个，加两个，互你食无？你食无？啊？好食，甜哦，好食，好食哦，豆豆食，豆豆食，好好好。你爱食无？这细弟佫分我食，你食啦，我要食豆豉嘛有，啊，豆豆食，好好好好。有无？无啦，有够啊啦，啊？要食？嗯，我带你去一个所在好。好啊。好。来，出去哦。好食无？啊？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我要落去台北，啊，你摕我一罐葡萄，你讲要我伫车顶挤嘴干，啊？搁会记？阿母啊，搁会记？你食，你食。香嘞吼，豆豆食，有好食无？我食吼。我带你吃。我爱啦。带你吃啦。无安尼啦，只不过啉落就好啦，吼，其他莫食。无咱先啉者。你家己啉嘛？啊？哪样呢？我爱困啊。啊，中昼还袂食呢？啊？啊，你不食，我爱困啊，我爱困啊，明明啊，来，我要来困。哎，我还袂食呢，阿母。阿母忝啊，就困啦。还袂食呢？不要紧啦，哦。乖，妈今日看起来一点。奇怪，这内面哦，拢无盐的这。成问题的啊！你是安怎个？人若无代无食，母的血压压悬起来183，啊，我无予伊还袂食，啊，哪有还袂了啊？蔡总啊，
你是不是黑白给阿母吃物件嘞？我哪有可能啦？大兄，大嫂对阿母照顾啊无微不至，莫甲怪啦。我是讲，哪会安尼嘞？伊迟啊无买饭嘞。啊，我安尼，逐天顾阿母顾了好好，伊也无可能家己去买啊。是我，就是你，就是我。你安怎？我带阿母去食火锅啊。啊！之前我阁有予伊食一寡一丝仔鸡卵糕安尼。你足害的啊！迄个不应该嘛。好啦，知影原因就好啊啦。无定三不五时互妈食一寡别个口味嘛好啊。迄不应该做的都是不应该做的嘛。你著明明知影遐个食物哦，对阿母的身体一点仔帮助都无嘛。迄有诶哦是加工的啦，啊无就是冷冻的啦，啊无就是伤油啦、伤甜啦、伤咸啦，完全哦无符合迄个自然的饮食的原则啦。大爷已经是退休的年纪啊，研究饲料来照顾恁妈妈，是目前生活中上重要的代志。虽然哦，爱听一摆搁一摆讲遐养生的道理，受较啰嗦啦，不过。那是他的生意啊，他感觉无恁知影哦，是无尽到责任。啊，恁若唔听，他可能感觉真厌气。为什么这么好的道理，恁都看袂清呢？鸡卵糕。鸡卵糕无啦。再来是五种的水果，吼，搁加青菜，哈。来，简单的原味就是大兄要让大家幸福啊，对不？哈，来。恁大兄遐的道理吼，去到外口要讲予别人听，拢无人要听，还是家己的兄弟遐较甘心。我想哦。阿母讲咱应该嘛是共心的吼。我等来啊。等来哈。阿母今仔食咱啊。遐个经营袂歹啦，石鼓粥啊、精力汤拢无排斥。啊，有要讨丁爷食无？无。无啦。无。丁爷吃过就好啊啦。在高家，也许没有一个人孝顺的方式能做到百分之百，但是大家一起合作，就远远超过了一百分。好好做啊！咱来想哦，空气啊，妈，我先生，下摆用个电话转来陪你啊。哦，啊，不过可能无法度逐天陪你呢，海外真塞哦。若需要我随时哦，就要去。哎，我拄仔才转来尔，你敢袂用个囝仔好人讲两句好听？我若甲你讲哦，我逐天我都陪你，那是乌白开支票，你嘛知讲那是无可能兑现的啊。啊，黑白开支票，都你的专长啊！甲你讲，要回来陪囡仔过圣诞节，结果嘞，黄牛。伊、哦、是新华啦，妈，还记得吼？你住喺度？恁头个咧创啥？你山顶歹所在，你家己起来哦。伊袂认你啊，做了报告，无记得。你讲啦，唔是安尼啦，妈即阵啊较歹记忆啦，即摆袂记得，无定等下就想起来啦。坐火轮机足忝的，坐咧休困一下，我泡一杯仔精力汤互你啉的，吼。来，妈小坐哈。阿母，我要坐啊，哈。哎呀，啊。Thank you.
林姐，啊，你来，好啊。我嘛要妈妈欢喜一下。好啊。来，我准备好啊，安坐啊。阿母，你辛苦了，你干不了啥。 胖胖哦，人讲哦，老大人皮肤较干，唔通用纱布。不过等下，我甲你用这洗脚，洗个胖胖，洗脚应该无要紧啦，吼。